接着说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出信的时候告诉你，这里的得救是一个名词，意思是我们得救恩这件事越来越更近，越来越确定。我们过去信耶稣的时候就得救，但是因为末世那个末日来到，所以我们得救那个完成的日子就更近了。于是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所以正因为现在末世的时候是越来越黑，然后慢慢慢慢就天亮了。所以因为越来越黑的世界，那么那个白天就快来了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，戴上光明。所以我们不是要跟这个世界走相同的方向。世界越来越黑，越来越落魄，杀人放火已经多开始了，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跟着他们越来越黑，而是我们要跟着上帝的道路越来越白。好像晚上过去了，天快亮了，我们好像天快亮了那样。所以说带上光明，对，我们是可以决定在黑暗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去拿去佩戴光明。我们不是被动的跟着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，而是可以主动去带光明的灵气，去配上光明的灵气，好像一个作战跟黑暗作战。对，为人要关键，好像行在白昼，那就讲得更清楚。关键像在白天做事，不可方便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酒劲。你这里提出特别提出三件事情，这三件事情要我们排除掉。如果我们决定要在光明当中生活，我就要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。等下我会有个词的来讲。最后一点，十四点，大家一起来读。十四点。当我们读的时候感恩，吃饭的时候感恩，说
在的天父，感谢你对我们身体预备的食物，就不要用身体有的时候不小心就说谢谢天父为我们肉体预备的食物，那我们也懂也是肉做的啊，肉体，可是在圣经里面肉体呢是负面的，肉体呢叫排斥，肉体呢不要为他安排，肉体呢要把它捆绑起来，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身体肉体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一起说身体肉体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一起说身体是健康的，身体是健康的，肉体是抵挡神的，肉体是抵挡神的，好，说错了没有关系，我们懂他不懂意思很正确，这句圣经说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，我们要不要为自己的肉体安排去放纵自律，所以肉体呢就是会放纵，放纵就是一种行为的泛滥，泛滥就是做一件事情一直做到自己都不能控制，这叫泛滥，下雨下很多就把水流到河里，下雨下更多呢那个河就装不下了，那个河一直流一直流，但是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那个叫做泛滥，所以呢如果我们肉体上没有控制，我们的情绪就会泛滥，烂到河岸上，让人都看见，把别人的房子都淹没了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求主用这段圣经来预备我们的心，面对这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要过光明的生活，大家一起说面对这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要过光明的生活。首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过光明的生活，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在光明当中，我们基督徒是得到上帝爱得到上帝保护的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早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在末世，今年三月日本发生大地震，我的神学院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韩国人，我就问他说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在日本宣教，请问你们韩国也应该有一些韩国宣教士在日本宣教，有没有日本韩国宣教士住在地震的附近啊？他说有，我说那他们有没有平安啊？他说有一家四口，在这次日本地震当中他是宣教士，他们是韩国人爱日本人住在日本，当海啸来的时候这一家四个人夫妻两个加两个孩子都被淹死了，他说我听见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的难过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接受，因为他们这么爱日本人他们就住在日本，但是上帝这次好像没有救他们，他们很重要，如果他们死了就少了一对宣教士，他在问我怎么这为什么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其实基督徒受难也是常常有的，有的是殉道，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人殉道，为什么不保护他，有的人生病年轻我们舍不得，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多活一点，有的人出车祸腿断，为什么让他受伤，为什么常常一架飞机掉下来里面会有三个五个八个十几个基督徒的，为什么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也会受灾受难，我常常说我不知道，我们不能说那些受灾受难的人是上帝不喜欢的是上帝责打的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，
上帝，他赔得起我们的上帝，他容许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受灾受难，他容许他的儿女上吊自尽。所以古代的基督徒啊，他们最佩服的就是殉道者。那我们在巴黎知道，这些天主堂啊，有很多的名字，像他们那些名字呢，就是古代受灾受难的殉道者。为什么古代的基督徒特别尊敬这个殉道者，而且还给他们封圣，他们就变成圣母某某、圣母某某啊，不是圣约翰，圣约翰是使徒，不是圣彼得，彼得是使徒。比方说圣贞德啊，这个法国很有名的，认的。那贞德就贞德，为什么还要圣贞德？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看见贞德是为主施上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不是害怕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受灾受难，他赔得起，意思是我们的主是尊贵的，不是每一次基督徒受难他就把他救出来了，每一次基督徒受难他就把他救出来了，那我会说 那这些人都有什么用啊，你都救他们。所以约伯就是这样，约伯凡事顺利三百年来了，说你天天照顾他，他当然敬拜你了，你把他东西夺去你看看，他会把你忘记。所以在历史上只有一个约伯，他所受的苦是圣经所记载的。今天我们不会再有约伯了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苦，上帝有的时候把我们的苦拿走，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苦难当中，但是我们要想到说，上帝仍然爱我们，上帝仍然用他的手保守我们，我们仍然知道经历上帝的爱，我们不要害怕。所以我要想到，为什么这次地震把我们的宣教士也掩埋了？因为末世的时候，耶稣说多有灾难。因此我们今天看见世界的这个许许多多的灾害，空气污染，核能也有污染，飘来飘去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随便逃掉。今年德国吃的食物突然间出现问题，人就中毒死了。地震前几天日本还是在摇，他们请我十月份到日本东京去讲道，他们就告诉我们说，很多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家人孩子要送给大陆，他们自己在日本上班，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所以日本如此，我们不要以为别的地方都好，别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困难。我听说美国的两栋大楼911的时候垮下来了，法国的很多大楼的上班的人就很紧张了，说是不是他们要把每一个全世界的大楼都干了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安全的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他要保守我们到永生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说，上帝给我们的喜乐直到永生。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也看见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对，圣经怎么教说的？上帝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时候，怎么会有这样说？就是他为了救我们这些人，连他的儿子都可以牺牲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不要怕过世，不要怕受灾，不要怕牺牲，因为我们的上帝赔得起，这是他的伟大。
他的心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，这里说要趁早睡醒。因此这段圣经其实背后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在末世。而这里有两个观念，我要再次把它说清楚。从耶稣基督宣告天国来临，就是末世的开始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，这一个长长的时间叫做末世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末世，大家请说，我们今天在末世，我们相信有末日，大家请说，我们相信有末日，我们现在在末世，还有多久不知道，但是最后一天叫做末日，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，这个世界要重新全部都要结束。所以有的人希望我们能够在末日的时候被主提到天国，那很好。可是末世的灾难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所以末日之前，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是生活在惊恐的。所以到底我们要等到主来，我们运气好呢，还是我们早点老了就离开世界？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坟墓里面出来被主，到底哪一个好，都不在我们的手中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在末世，有一天末日来到，我们要醒过来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要在光明当中生活？因为主耶稣要来了，天要亮了。我们如果还在黑夜里面生活，主来的时候就不是给我们了。刚才主席在我们读经说，你们不要老是说主啊主啊，向我祷告，你们听得到要行道，感谢主，我们都要行道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告诉左边右边的人说，我们都要听到行道。听到，都听到了，好，都要听到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因为主耶稣随时要来，所以我们随时要预备好，要醒过来。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在光明当中？这段圣经说，因为光明是我们要带的兵器。好，你看拿到的时候，那些军中的士兵都在睡觉，晚上睡觉。但是忽然敌人来了，他马上哒吹号，所以那些士兵就从床上砰都跳下来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出去了，不行的。他们第一件事要什么？赶快拿武器，对不对？就看见那个枪，一把一把，砰，枪都没拿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向这个世界进攻的武器是什么呢？就是光明。因为基督徒是不打架，基督徒是不吐苦水的，基督徒是不是把这些世界上的人都抓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不买大炮，不买枪，但是圣经仍然说我们手中有武器，要带上光明的武器。光明的武器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发光。如果你是黑暗的，你也在黑暗当中生活行事，那你就不发光了。今年上帝又让我有机会看到萤火虫啊！哦，法国有没有看到萤火虫啊？有没有机会要到乡下去？度假的人有没有看到萤火虫啊？在哪里？啊，我在美国有聚会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营地里面，哇，我看到萤火虫，很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现在萤火虫很少。为什么少？因为环境都破坏掉了。我小的时候就有萤火虫，所以哪里有萤火虫呢？表示哪里的土地水质是比较健康的。所以如果法国有基督徒呢，法国的基督徒会发光，这个表示这个法国的地方是健康的，因为有萤火虫一样的基督徒在那里发光。当那个天气很暗的时候，
一个小小的萤火虫，它靠近那棵树，它靠近树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个树呢，清楚看到它，它的光非常小，有的时候比一根火柴的光还小。可是如果都是黑的，就不知道这里有什么。当那个萤火虫飞飞飞飞飞飞，飞到这个麦克风上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哎，这里有麦克风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麦克风？因为萤火虫的光把这个地方照亮，很奇妙。它怎么会这么亮？为什么我们身上不会发光？你就吃了20个萤火虫，你吃100萤火虫，你明天也不会发光。可是我们的主说，你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你要让自己发光。我们的发光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发光就是上这个黑暗的世界宣告：我跟黑暗没有关系，我是光明的基督徒。我要走光明的道路，你们不要我亮是不行的。因为他们可以把我们盖起来，他们可以把我们抓到监狱里去，但是他不能让我们不亮。阿门，阿门。除非你自己不亮，你是蜡烛，你不燃烧，你爱自己，让这个蜡烛不要越烧越短，越烧越短。哎呀，不要再烧了。没有了，那你就决定不亮。那你不亮，别人说太好了，你不要亮。哎呀，我们在打麻将，你来亮，我们就觉得哇，打起麻将来很不舒服。做学生的在学校里面考试作弊偷看，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不偷看，他不作弊，他不跟他们一起，他们就觉得不舒服。我以前考试就是作弊，后来考试我不作弊了，我就发现，哟，我不作弊，别人也不舒服啊。我作弊，我的分数就比他们高，对不对？他们不舒服。可是我不作弊呢，他们也不舒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觉得你的太亮了，你把他的黑都照到了。他本来作弊没有人知道，可是你不作弊呢？可能人家就说，为什么他们就作弊，你不作弊啊？我们今天要做得好，做得对啊，有很多人他们受不了，他们不高兴。可是我们要不要发光？还是要发光。台湾以前有一个常常讲到的范大人长老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来过这里。他年轻的时候啊，就喜欢在巷子里走来走去，大家吃吃喝喝做些事情。他们不希望这个巷子太亮，所以呢，他们借到一把那个气枪，他们就对着路灯啊，以前都是电灯泡的，他们就比赛，一人开一枪，啪，非常好，非常难的。另外一个人，啪，打过啊。因为他们就是希望生活在黑暗里面，大人不要看到他们，警察也没有发现他们，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是光，除非你把我的光照起来，我就是要发光，这是我们的兵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在光明当中生活。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。我们听了这道，我们应该有什么行动？第一个行动，趁早睡醒。基督徒行善做好事，不是建立在人道上，乃是建立在神道上。不再睡醒。孔子有没有叫我们孝顺父母啊？孔子有没有叫我们有爱心啊？孔子有没有叫我们说话要诚实啊？那都有了，你何必信耶稣呢？我们中国就有了吧。所以基督徒呢，有没有牧师传道讲道的人告诉你要彼此相爱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告诉你要说话要讲信用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告诉你要孝顺父母啊？有没有告诉你不要惹儿女生气啊？那都有，都是跟孔子一样，我们不必信耶稣，我们信孔子就好了。所以啊，讲到有一个重要的
原则。讲道不是在讲人道，讲道是在讲什么道？真道、神道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真理。冯志有没有说我是真理啊？那就老师，我们有明白了吗？什么叫做人道？就是人还不认识神所讲的道，就是人当中最好的道。但是他人道啊，现在神来把他的道告诉我们。原来孔子讲的道呢，有很多就是神的心意，但是怎么样能够行人道呢？怎么样能够行神道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，就是承认耶稣是救主，承认耶稣是基督。哎，我小的时候就觉得，到底我们是基督教还是耶稣教？兄弟们，你信的是基督教还是耶稣教？基督教。有没有人说我是耶稣教的？没有，但是很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耶稣，耶稣，你讲耶稣，他我原来是耶稣，所以他就说那我是耶稣教。他讲的也没错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是信耶稣这个人，如果这个人他以后讲得到他的人道，那他就讲的跟孔子怎么样，是朋友了。现在耶稣说我是真理，那孔子呢就不能说我跟耶稣是朋友，不能。孔子说，哎呀，我是人，我要等天道，我希望知道更多的天道，这是孔子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是神的道，是永生之道。孔子呢，孔子说我是向天学习来的道。因此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早早的醒过来，我们需要孔子。我们在学校里的孩子都学孔子，很好。中国现在对孔子很有兴趣，也在学习，很好。但是我们需要得救，只有耶稣能够使我们得救，这是神道。我们得救以后再去行人道，再去行真道，那就容易了。如果你不愿意悔改得救，那个中国大陆现在都在讲论语，讲孔子，那你说我也来报名，我也来听孔子的，很好。可是你还是不愿意做，因为你的里面没有悔改。所以今天人不要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穿西装打领带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坐在那里开会，我们人里面是真实是什么，只有上帝知道。如果人不肯服在上帝的手下，人里面有很多的虚假，还有人道都没有用。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要行善是很困难的。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要做好事，你要去行道是很困难的。你就是摆个样子，你就是做给人家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确实的知道我们自己信了耶稣没有，我们有没有真的尊他为基督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不是我们的救兵。大家觉得这有什么不同？什么叫做救兵？救兵就是我吩咐你来救就要来救，救兵不来。救主呢？救主是我过去，他是救主，我要得救，我要过来，谦卑的向他。如果我把耶稣当救兵，哎呀，不得了，我今天生病了，救兵来，救兵来，我就救兵要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孩子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救兵来，那就救兵来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醒过来，我们不是需要一套一位救兵，我们需要的是救主。孔子他也不是救兵啊，孔子其实也不是教主，孔子就是一个认真的读书人。孔子一生也是充满着挫折，可是他坚持这是对的，我走下去。
那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更应该坚持走下去，没有灰心。可是如果你还没有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认真的信耶稣，那么你可能希望在教会里面找到救兵，而不是认识救赎，不是降服救赎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光明中生活，你有些身上那些黑暗的事情就要脱去。有三件事情要脱去。第一件事情，不可光厌罪；第二件事情，不可好色邪法；第三件事情，不可增进嫉妒。来，大家把圣经再看一遍，这三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处理一下。第一件事情，请说，不可。看到没有？光艳的罪名。第二件事情，不可好色邪荡。第三件事情，不可增进嫉妒。20-30年前，台湾干了一条高速公路。后来台湾的经济起来了，台湾每一年大家统计吃饭大吃大喝，大吃大喝，一晚上吃一餐两餐三餐，就吃掉了一条高速公路。那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盖两条高速公路，可是我们每年都把一条高速公路吃掉了。哇，中国人太浪费了。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的，要拿1/10出来全家人好好的吃了，但是我相信不是吃一顿就把它吃完，吃一顿很可能就变成光厌罪酒。你看，你有一瓶酒，大家喝，一人喝一点就不会醉酒。那你买一打酒，每个人一瓶，那你看大家都醉倒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光厌罪酒，不要吃到什么都不认识，吃到后来。吃的太多不一样，或者太多敏感的东西，那可能都造成光厌罪。所以台湾一直在提醒大家，不要吃那么多，不要一条高速公路都吃光了。现在我们都发现我们身上都有很多高速公路的病患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吃番薯，番薯叶。那么吃个贫穷的东西啊？对。过去吃的太多了，太好了，所以上帝也很公平的，不是有些人一定很健康的，所以不要光面进去。这是要提醒我们，台湾有一个做生意的毛病不太好，就是要做生意啊，要请人家吃饭。那你一个晚上呢，要请3个老板吃饭，又请吃一次，然后吃二次，吃不下了怎么办？吃不下了，你还是要陪人家吃啊。不能说我吃饱了，你吃就好了，他们不高兴的。那怎么办？又跑到厕所，把手指头压下去，一压，哗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就吃第二次，然后再吐，吃第三次。哦，那这是挺严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在法国不需要这样，在中国也还行的，要为他们祷告。为你的亲属祷告，让他们好好的认真做生意，不要用大吃大喝来做生意。第二件事情，不可好色邪荡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年轻人常常犯奸淫罪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年轻人我听到在巴黎这里说不错，年轻人都愿意结婚，可是在台湾有很多人不太愿意结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说我不需要结婚，我上电脑，我要什么我都有，我看得见，我可以满足我的性欲，这个叫做好色邪荡。上帝不是要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满足自己。有的人结了婚，他说不好，因为结婚半年就离婚了。台湾有很多人结婚半年离婚，结婚的时候花钱照相，半年以后这些照片呢？都要烧掉，因为你不能留下来，你要给谁看？以后谁看见都不高兴。但是最麻烦，你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还是离婚，那这个孩子说：“那我没有错，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吵来吵去？”
常常发现丈夫在外面有婚外情，其实就是犯罪。太太在外面有婚外情，这叫犯罪。今天我看电视节目里面，一开始这个家庭就是有婚外情，就是在困难当中。那个故事啊，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啊，电视里面的故事讲来讲去都是他爱他，他爱他，他不爱他，他爱他，他不爱他，他爱他。哎呀，都是在里面。你告诉我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要专心的爱一个丈夫，专心的爱一个妻子，要把我们家里那些不应该有的第三级片 A 片统统除掉，电脑里面那些不应该有的连线统统杀掉删除，还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的孩子从年轻的时候让他们知道正确的上网，正确的用网，不要随便就去跟人家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，要教育。如果你的孩子还小，你一定要有在电脑上有锁，把它锁起来，有些东西它就不能去。以前的爸爸妈妈只要小朋友不要跑到电影院去，我就安心了。现在的小朋友哪里都可以去，对不对？他一开电脑就可以看电影，他一看电影就可以看这个电影、那个电影、那个电影、那个电影，他通通可以看。你怎么知道他在看什么？所以你又不能紧张，你又要谦卑的对待他，你又不能常常把他的电脑关掉，你又不能突击检查，因为小孩子到了七岁八岁以后，他不希望你来检查他的，就好像他的日记，希望让他不希望你看。那你怎么办？你要跟他祷告，你要谦卑的去关心他，要坐下来跟他谈，你要提醒他说，现在这样做的话是不对的，我们会不健康的，一定要除去这些。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没有，他到了学校，他的同学会借给他一张光碟，借给他一张 DVD， 他回家就不会看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黑暗，我们一定要放弃，或许这是个黑暗的世界。第三件事情，不可尊敬基督徒。在台湾有一个调查，上班的人，他们有一个新。紧张的心情，他们最紧张的是什么？就是怕同事比他好。大家都是同事，大家的薪水都一样，但是有一个人慢慢慢慢慢，工作能力强，那大家怎么样？就不高兴，因为他工作能力强，他会讲话，老板特别喜欢他，老板会给他加薪，然后其他的人呢，就不跟他做朋友。这就是我们那个尊敬基督。我们要小心，少赚一点没有关系，不要欺负别人。你的孩子好，你不要骄傲；你的孩子不够比没有比别人速度的多，你不要悲伤，你不要欺负。你要栽培你的孩子，因为你的孩子是一千两个，就让他做一千两；两千两就是两千两；五千两就是五千两。我们不要。告诉孩子说，你看人家的孩子都是五千五千，你怎么都是一千一千？你的孩子会伤心的，你的孩子有一天不高兴，他就离开你了。我们就在制造尊敬基督。我们大人常常知道这一句话，你看这个长那么矮啊，哎呀，多吃一点，长高一点，没有用的，你叫他多吃，他马上就长高了。不要看到他就比别人，哎呀，你怎么比他胖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比他黑呀、啊？不要讲这样的话，因为你就是在告诉他说，对，他比我黑，我比他黑，那怎么样？他漂亮，我好，那我又不比他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啊，最会制造社会的纷乱。温州人讲英文讲得好，上海人讲法语讲得好，这叫什么？上海人当中也有讲聪明的，上海人当中也有聪明的，也有不聪明的，很多人当中也有聪明的，也有不聪明的。我们老是在讲这个人到底能要好，那个比不过他。哎呀，他是温州最漂亮的啊，他是我们教育最聪明的啊，他是最会事情。
的，不要讲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比较严重。我们教会里面要不要发金牌呢？谁是第一名？司琴第一名，主席第一名，有没有发金牌？不用发金牌啊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每年发一个金牌，那个弹钢琴的人都很辛苦了，然后在侍奉马太，然后比赛，对不对？这四位的也是，主席也是，那在侍奉马太不是要比赛的，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比赛，还得前面前冠军，那后面亚军都没拿冠军。所以有个牧师讲得好，他说：“上帝是所有亚军。”跟什么金都没有的人的上帝，上帝不只是金牌的上帝，上帝不只是第一名的人的上帝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上帝。我在台湾有一个学生，他告诉我，他以前打算盘，台湾要比赛打算盘的，现在没有了啊，现在是因为电脑出来了，大家都不在。二三十年前台湾比赛，谁的算盘打得最快？很多学生去学打算盘，他说打得很快，打得很好。后来从小学就栽培他，到中学再去比赛，全省比赛、全国比赛，他都得了冠军。可是他要去跟日本比赛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就跟他讲，他说你要记得，日本人叫某某某某林口林某某某某村子啊、哦，他就是你的敌人，不是你是我的敌人。你要记得他，他就是你的对手。你要认清楚他，你要心里面恨他，你要准备把他打倒，你一定要天天努力，一面努力不睡觉也要努力，就是想到说这是个坏人，这个敌人我一定要赢过他，我一定要这个算盘打算盘的时候得到冠军。哎，你觉得说糟糕了，我来学好的，我学算盘不是要来找敌人的，可是我的老师是要这样训练我。他知道老师的苦心，老师就是要他得冠军，怎么办？就是训练他嫉妒别人，训练他把别人踩在脚底下。想想看，这样的社会怎么是健康？就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把一些坏习惯改掉。第三件事情，不可增进。最后一点，怎么样活在光明当中呢？要披戴耶稣基督。披戴耶稣基督不是做假，披戴耶稣基督乃是让人看出我们，哎，我们怎么会像耶稣基督？我以前在学校里面，人家看到我就说，哎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我就说，我不是耶稣啊，我不是耶稣。他说，你每次都讲耶稣吧。后来。我隔壁，我当班长，隔壁班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也当班长，他有时候来找我，然后人家就说，哎，小耶稣来找大耶稣了，把我们当成耶稣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感谢主啊！如果我考试作弊，如果我偷老师的东西，如果我做这学校的工作不做，他们会不会说我是耶稣啊？你光嘴巴是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但是你平常不好做学生，你平常考试作弊不看，他们知道的，他们会说你是耶稣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你嘴巴要说耶稣，但是你的行为也要耶稣，这叫做披戴基督。我们简单的说，我们要越来越像基督。大家一起说，越来越像基督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失败，但是我们有进步。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地步，说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像一点就好了。我像耶稣的手，你要把耶稣的人给好好的学进去，然后我们越来说话像基督，我们态度像基督，我们孝顺父母像基督，感觉就耶稣就像基督，我们爱儿女像基督，我们对朋友、对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要像基督。犹大来出卖基督的时候，基督有没有说彼得把刀拔出来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没有。然后彼得把剑拿出来了，就乱砍。彼得一定
前就他就拿刀出来打击师徒二人，都哗一下就消掉了。你看女的凶不凶悍？凶悍的，你不要去打仗，得打赢的啊！别说怎么办，别说赶紧帮他把耳朵点上去啊！要早点，要早点浇水。你昨天用胶水？不用胶水，很清楚。以后彼得呢？彼得就更乖了。哦，彼得以前是打鱼的，打钓竿就成。